魂剑，顶剑阁七剑，破斩白。冒犯了，公子刚刚可是吓到我了。方才见姑娘马上就要关闭谷门了，情急之下出此下策，还望姑娘莫怪。不怪不怪，要怪的话就怪我今夜不知道有一位如此英俊的公子要来，还要早早地把门关上。漏夜而来，是为请薛谷主出诊。这点小伤不必麻烦谷主，我来瞧瞧。谢过薛谷主，只是病人并非在下。你竟认得出我？素闻药师谷薛谷主贪财好色，贪财尚未领教，好色似乎并非虚传。只是没想到像我这样的落拓之人也能入薛谷主之眼啊。刚才乌云遮蔽没瞧清楚，现在仔细一看的确长得不怎么样。既然你并非病人，那就赶紧走吧，慢走不送。病人尚在赶来的路上，马上就到了。等？向来只有别人等我的份儿，还是第一次听说让我等别人。还有10万诊金，马上就到了。子时已过，你这枚回天令已然作废，还是请回吧。薛谷主，上山的时候还是亥时，刚刚不过一炷香的时间，想必离子时还早着呢吧。怎么，我若不答应，霍公子是想取我的性命吗？在下不该。既然薛谷主认得在下，想必也知道我们顶剑阁的行事作风，我霍某断不会如此无礼。只是正逢佳节，世间皆在热闹团圆，你我二人独行雪夜之间，相识也算是有缘分吧。不知能否邀请薛谷主一起赏雪片刻呢？薛谷主，薛谷主这是要见死不救吗？人都没有来，何来的见死不救？于时不救是我的规矩，于时不治是那人的命数。但事在人为啊。我倒要看看你霍公子几分人力，能否改变天命。今天定要让收下墨儿。竟敢硬闯药师谷！谷门如此巨大，竟然拦不住他。
开风雪石阵。是。石阵机关重重，还从未有人闯成功过。这人可真是自不量力。风雪石阵境这么轻易的破了，药师谷立足江湖近百载，领教过多少厉害人物，能破阵的他倒是第一个。若是他再进一步，自然是叫他有来无回。风雪石阵他都闯过了，怎么这道门他反而不闯了？他只是想向我证明，人力可胜天命。若他想进来，没人能拦得住。此人如此轻狂，让我们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他矢志堵坚，再拦他也无益。霍某闯阵，
实属情急之举，如有冒犯，还望薛谷主见谅。只盼薛谷主能够出门医治，如蒙大恩，霍某感激不尽。日后任凭薛谷主差遣。薛谷主，你三番四次请我医治，可病人却到现在依旧未到，枉费你这般为他拼命。来了。那便是你宁愿牺牲性命也要相救之人。如果可以，我霍某愿意以命相抵。说得轻巧，若这世上真能用一个人的性命换另一个人的命，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绝望之人了。况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当真值得。刚才那风雪石阵，可曾有人成功闯过？不曾。若不尽力一试，又怎知不可为呢？师妹，薛谷主在门口呢。薛谷主，我是天山派掌门秋水鹤之女秋水音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儿，若得救之，天山派必有重谢。怪不得方才那般拼命，倒是个好爹爹。默儿并非霍某之子，但胜似亲子。求求薛谷主，求求薛谷主救救我的孩儿。请薛谷主出手医治。薛谷主，薛谷主，这便是今年的第一枚回天令。昏迷已久，先赐十玄血，令其醒神。是。
小城兰兰，你们命人轮流守着，仔细照看。是。嗯，他们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可能这病不好治吧。薛谷主，薛谷主，墨儿醒了吗？啊，他已经醒了。墨儿究竟得了什么病啊？令公子是早产孩儿，先天已然不足，体虚缠肉不撑，正气虚羸难蓄，致使真阴耗竭于内，元阳虚浮于外，可谓病入膏肓，命悬一线。撑到此时，已是难得。那薛谷主可是有救治之法？那是自然。只是三日之内，你二人不得踏入药炉半步。三日？这三日我们都不能去看望墨儿吗？可是墨儿从出生以来，从未离开过我身边片刻。况且他已经醒过来了，还望薛谷主体谅我这个为人母的心情。若是想见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多谢薛谷主。那你此刻便带他出谷离开吧，如此便可日日相见。既然薛谷主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想必是已经有了信心，能让墨儿在三日之后康复了。你不必拿话试我，说了三日便是三日，你若信我，便等三日；如若不信，现在就走。师妹，既然已经到了药师谷，就安心等三日吧。谷主，是否安排那二人去山脚下的龙门村住下？安排他们在客房住下。按照咱们药师谷的规矩，病人家属一律只能住在山下，只有病人才可以住在谷中。谷主怎么会为他们破例？难不成是看霍七公子英俊帅气，所以才？霍七公子先前破阵而不入，反而退到门外，想必谷主应该是敬重他的君子之举，所以才做此安排。原来如此，去安排吧。是是，